妹妹后面有什么？在哪里？哎，摄影，哎，有看到摄影有出来，彩虹，好大哦，好大的彩虹。因为现在开始滴雨了，要玩赶快去玩吧，去去去，先去打一把。在哪里？南港公园的一棵树下，然后它这个树感觉好像是什么树林的鼻孔。对呀、啊，这超像鼻孔的，对不对？你看，对，你看两颗鼻孔，超像的，有鼻孔，然后眼睛呢？然后眼睛这里有一颗，然后这里有一颗。然后宝宝说这是青春痘，青春痘，好像啊、哦，你看鼻孔，看这棵树是有鼻孔的、哦，太像了。好，继续往前吧。继续啊，你们两个快点跑到最上面，继续走。你在看什么？有鸟。有鸟啊、哦、有一只熊在讲话。找到了吗？找到在哪里？在这里，这里就是我们的台北的秘密基地。瞬间移动的能力吗？怎么那么快就跑到下面去了？跑上来，跑上来，快点！不会了，来了来了，快点，快点！要花多少时间可以跑上来？这个山丘还蛮高的，我们在最高点，上来了。有没有回音？在这里有回音，对不对？你看佑哥在那边敲，都有回音，听得到。很明显，对不对？哪里？在哪里？没看到啊！你看到什么？它应该堵起来了。还是他们已经搬走了？没有，刚刚有很多只哎，是不见了。没看到，跑走了。佑哥，你在干嘛？切白蚁。这棵树。靠的水面展。的。水性呼吸啊。树干下面有白蚁，会住在这边。上次来，我没有看到好多。我们第一次到这个秘密基地的时候，就发现这一棵特殊的大树，因为它的树干纹路很特别，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名字。我和妹妹发现这一棵树干下面有很多白白的东西，爸爸告诉我们那是白蚁的窝，我和妹妹就帮这棵树爷爷清除白蚁窝。我们用树枝清除白蚁窝的时候，看到里面有许多白白的卵和正在逃命的白蚁。这一次我们来秘密基地也是为了要看这棵树爷爷身上还有没有白蚁窝。你发现什么了？哎，这边有一个很像鹅的东西，它用这个包着。哎，真的耶，在这里。哎，会不会是那个上次说的那个什么壁寨鹅啊？那什么？壁寨鹅啊，有可能是哦，有可能是壁寨鹅哦。然后伪装的好好哦，不仔细看真的看不出。没有，没有仔细看。看到了，哇，它真的是伪装在里面嘞。这个没有。刚一开始只有看到白白的卵，后来仔细看才有看到，才有看到那个毛毛虫，白白的一颗一颗，这不知道是蛾，应该是蛾啊哈。嗯，应该是蛾的卵。看到没有？要看得很清楚，对，你看那个毛毛的一颗一颗的耶。